道路上，你一定要走到一个你做起来非常开心。那个开心是什么？你遇到了挫折，你不会怕。你遇到挫折的时候，你不怕，你无惧，那就是你的能量，你的天赋能量。户外闯关，慈清和公园里的民众近距离互动，用热情活力推环保。这个像现在年轻人这样，真的很值得鼓励。对啊，很好。做志工这么多年的时候，我觉得最大的成就感和最大的会让我留下的动力，在于看到别人的笑。在心中种下种子，好念萌发善苗，收成的将是大学时光的心灵丰饶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桃园综合报道。